飘。得将明珠啊，你多几名公司主之卡，不依规矩，不良性风源，疏空之仓，不依律律，不良正恶因。尧舜之德，不以人性，不良并治天下。今有人心人文，立民不治其者，不可法如何世者，不行先王之德也。国外多先不教以为政，多法不能以自行，知闻不欠不忘，率有求将，遵先王之法而各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既结莫立言，皆是以规矩遵行，以为方圆定地，不可形容也。逆力言，皆是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形容也。既结心思言，皆是以不忍人之境，利人乎天下矣。国外为歌必因求灵，为下必因传德，为政不因先王之德，可谓帝后。是以夷人者，夷在各位，不仁利在各位，是暴其恶无疆也。上无德愧也，下无法修也。尧不信德，公不信道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行，国之所存者幸也。国外兴国不远。兵家不得，非国之灾也。田野不平，禾柴不足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行，则民心丧无日用。是曰：
天的风过，如然的爱，事关无疑，进退无力，言皆非先王之道者，有达达也。故话，即然有君为之将，天仙地邪为之敬，我君不灵为之敬。将命主我归故方圆之志也，圣人人伦之志也。若为官尽君德，若为神尽神德，知者该发尧舜之意义，不依舜之所以属尧属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依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即其民者也。方术话，道之人无不仁的意义，保其民心，则心弃国邦；不心，则心归国色名。是活修的，随孝子子孙，必世不能改也。昔闻温淡不忘，在下何之事？处之为也。第三章，明主话，三代之得天下也已尽。其实天下也已不仁，国之所以会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报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报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报宗庙；庶士仁不仁，不报庶体。今
哦，书房里读不进，是用哦嘴里讲究。第四章，两句话，爱人不亲，欢喜人，敌人不敌，欢喜敌，敌人不答，欢喜敌，朋友不得假，该欢求自己，以心静的天下归矩。诗文应言配明，自求得好。第五章，明主话，人有行言，该话天下国家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心。第六章，明主话，为政不然，不得罪有故乡，故乡之所望，一国莫治，一国之所望，天下莫治，故派人得教，一何四海。第七章，明主话，天下有德，小德亦大德，小贤亦大贤，天下无德，小亦大，弱亦强，输之者天也，顺天者顺，逆天者亡。坐经讲话，既不伶仃，又不受兵，是绝不也。提出的都有我。今夜小国输大国，立体受兵宴，是由地主立体受兵有先输也。如体字目标苏文王，苏文王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，必为政有天下矣。诗文两的孙子，其利不易，上帝既明，何无就好，何好无就，天命未详，温书复命，观将无经，空主话，人不可为将也。夫国君好人，天下无敌。今夜若无敌有天下，理不以仁，是由直接理不以作也。诗文虽灵，直接事不以作。第八章，明主话，不仁者可恶言哉，安其鬼立地之哉，若其所以亡者，不仁的可恶言，则何亡国败家之忧。忧如主歌话，苍龙之水天下，推众我应，苍龙之水作下，推众我着。孔子话，小主听之，轻视作应，作事作着。自处之也，夫人必自母，然后人母之，家必自废，如何人废之？国必自发，如何人发之？太甲曰：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发。处之为也。第九章，明主话，
结交之，是天下也，是其民也，是其民者，是其心也。是天下有德，是其民，不是天下矣。是其民有德，是其心，不是民矣。是其心有德，所欲物之，不至。所恶不施逆也。民之贵人也，有水之就下，受之作恐也。故为因夫妇者察也，为种夫畜者见也，为通母夫人者皆有咎也。今天下之君有何人者，即诸侯皆为之苦矣。水欲无王，不可得矣。今日欲王者，有七年之病，有三年之难也。故为不调，将心不得。故不知无人，将心有弱，以含无书亡。昔闻其何灵俗，在书不得。此之谓也。第十章，明主话，主播者不可无有言也，主气者不可无有为也。言为礼仪，为之主播也。我心不宁，故人有疑，为之主气也。人是安切也，人是正路也。空安切的福姑，下性多的不由哀哉。十一章，明主话，多在你的求主话，书在伊的求主人。今人亲的亲，重的重，你天下平。十二章，明主话，孤下为利，不歇无常，民不可得利之也。且无常有德，不信无友，不歇无常矣。信无朋友有德，属亲忽也，不信无友矣。若亲有德，欢心不贤，不亦有亲矣。良心有德，不明何善，不行其心矣。是故行者天之道也，夫行者人之道也。既行礼不动者，礼之有也；不行礼有灵动者也。第十三章，
兵主话，却已被丢。故国海之边，文文王族兴华，合归何来？我们西别咸阳老将，太方被丢。故东海之边，文文王族兴华，合归何来？我们西别咸阳老将。是哪家天下是在哪呀？是贵子是天下是富贵子呀？天下是富贵子，居住延安，如何有幸文王是正家？七年之内，必为幸有天下意。十四章，兵主话，有也为贵在，不能改有其别。是父属为他日，康主话，求为我多也。小主兵告的公子可也，有此关系。官不行人性的福气，该其有空数者也，方有为之强盛。正地以正，则人应也；正行以正，则人应行。此所谓出土地的是真相。虽不容无数，故先贤者福相行，然诸侯者出世。撇出来，临土地者出世。十五章，兵主话，准何人者木良有母子，母子不灵。燕子恶相相成，结母子了焉；相相不成，结母子无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母子，人焉所在？十六章，兵主话。乡下不不人，乡下不夺人，不夺人之官，以强不顺言，恶之为强强。强强岂可以声音跳毛为在？十七章，孙悟空话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无兵主话，这样话。八，昨天王子一秀好话，昨天不完。是在容呀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礼呀，这里还是衣袖家还呀。
兼天下的你，夫自己不完何呀？哇，天下的万几得，色的万几秀，素玉秀万天下好。第十八章，公孙秀晚，观自己不告诉何呀？边自我谁不行呀？高家必一景，一景不行，给其一呢？给其一呢？结欢已饮，呼住告我一景，呼住你出无景呀？这是互助相依呀，互助相依即恶意，各家也助力高级，互助之间不结善，结善结利，利即不祥莫大焉。第十九将边四万夫爵为大，父亲为大，修学为大，修仙为大，不是其心是良父之天下，我闻之也。是其心是良父之天下，我自之本也。家不为师，父亲是的本领；家不为修，修心修的本领。君子用心学，必有修家；用天必听所悟，本有无必还有。将学士。天官用心术，必有修着将天不听所悟，本有无话无意，将欲修之也，处所谓将可退者也。若天主即可为将之也。父亲若天主者可也。二十章，天主话言不足无得也，言不足无干也。以大言为良，结君先之非，君言莫不言，观义不不义。
观病目不净，一病观二国病矣。在一家两处话，又不无一物，又有短机会。在一家两处话，人之义义言也，不接利益。23家两处话，人之欢在何为人事？24章，各政府常有诸恶之辈，各政府见良主，良主话主业来见恶何？话先生何为出出言也？哇出来几日矣，哇谢谢，哇谢谢，将我出出言也，不也如何？哇下患彼边，哇出门之也，下患边，然后就见中下好，哇接有罪，25章，病主为恶病主话，主之常有诸恶来，多破作也，我不以诸合果之德，其以破作也。26章，病主话，不好忧伤。不好为哉，问不可理书，为不好呀，关注以为有个。27章，病主话，人之事，主亲事也；义之事，兄相事也；弟之事，弟叔之家，夫妻事也；礼之事，基本夫之家事也；乐之事，乐夫之家。乐者生矣，生者恶可以也，恶可以则不知，则知得之，就是不知。18章，病主话，
天下大业是将归矩，是天下一律规矩，由此改也，以顺为言。不得好亲，不可以为人；不顺好亲，不可以为主。顺心父亲之德，是高祖之武。高祖之武，立天下法。高祖之武，立天下之为父子家庭，父子为大夏。